整套呢是甜美休闲风，非常适合现在天气穿。这件外套非常非常好看，因为它的版型的设计非常的修身，做长款的设计。我穿起来的话，身高164公分的话，穿起来大概到膝盖的位置。肩呢是做一个连帽的设计，有做一个压扣，所以其实穿脱的话非常方便。它的材质呢也是非常的舒服，是做有一点软布料的风衣材质，肩体是做落肩的，所以穿起来的话也是非常的修饰你的手臂跟肩型。那扣子扣起来的话，其实它前面是有一点立领的，前面还有做一个大口袋的设计，里面的上衣非常的有小细节。那其实它是非常百搭的一件上衣，它是做一个开 V 的设计，所以也是非常有修饰的效果。它的小细节是在于它的领口这边做了一个睫毛蕾丝的设计，非常非常的美。整件呢其实做有点宽松的设计，所以穿起来的话其实也不限身形。这个部分呢其实非常的特别，它做了一个宽袖的设计。这一件穿起来的话其实是有一点麻棉的材质，也比较透气一点。